法律女神为什么要蒙眼嘅？系象征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唔会带有任何歧视同偏见，秉承住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法律保障嘅公义，作出最公正裁决。 由信任路带领，从迷雾里找光明，步入最黑暗路程，人都没有身影，寻遍现场没见证，全凭直觉做反应，专心细意去聆听，蒙着眼睛。 凡人用双眼如何望见，心眼无从受变，真相困于光源背面，害怕一寸挂念成为弱点，才伸手去剪。为城内失身，因应遇见，感觉原来未变，还有另外苦也是甜。别怕有些眼泪模糊视线，情怀原是当天，尘埃未染。 谁仰望名利至敬，谁蒙住眼找公平？没绝对黑白事情，其中界线不清。由喜悦难越好胜，全凭自信再感应。漆黑世界似雾雨，其实有星。凡人用双眼如何望？ 见心眼无从受骗，真相困于光源背面，害怕一寸挂念成为弱点，才伸手去剪。为城内失身，仍能遇见，感觉原来未变，还有另外苦也是甜。别怕有些眼泪模糊视线，情怀原是当天，尘埃未染。 人用双眼如何望见，心眼无从受骗，真相困于光源背面，害怕一寸挂念成为弱点，才伸手去剪。为城内失身，仍能遇见，感觉原来未变，还有另外苦也是甜。别怕有些眼泪模糊视线，平静变看得穿，阳光未变。 法庭又唔系争输赢嘅地方嚟嘅，法律嘅存在系要令到犯咗法嘅人得到应有嘅惩罚。